这首歌是在专辑之前就先听到了、对不对？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哦，算是因应这个八八水灾呢，为了弱势儿童的营养餐费，然后一个公益的所谓的一个计划的主题曲，就叫做家。虽然是一首公益的歌曲，可是你还是真的是唱得好好哦，快叫高春花。没有，其实这首歌就是希望能够用歌声来抚慰更多需要抚慰的人、然后也希望能够更抛砖引玉的去让更多人知道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更需要的人。假如我提的每个梦你都觉得变瘦又变美，很多人应该一直在跟你说你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切入这么快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么快。女生嘛、一定喜欢人家这么说的。谢谢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还要，就是每天运动啊，然后少吃，然后要节制，不要吃宵夜，宵夜真的很恐怖。其实我觉得反而没有吃宵夜，隔天起来会比较快乐，精神比较好，其实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会饿到醒来了，马上找东西吃，我都是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不要节食啦，就是，吃少一点，然后多运动，反而对自己的身体会更好。像我就是都会慢跑啊，然后就会练肺活量。一举数得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蛮好的。我还能够做什么？是放手或累了？虽然你唱很多悲伤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我认识的阿玲是很乐观的，我知道的阿玲是很幸福的，连减肥都有老公陪着。对不对？很开心哦。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动力，因为看着他也瘦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那我更应该要瘦多一些些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要呈现一个完美的作品，不只是要听觉的完美的效果，一定还要加上视觉嘛。所以如果你拿到那张 CD 是一个觉得很漂亮的人，然后又听到歌声不错的话，那一定是对整张专辑是加分的，是加分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这一次就是很努力的去减肥，然后又唱好听的歌曲给大家。